你不要把这个录进去。要求大家，什么大水？现在要去回诊，矫正科回诊。我现在在矫正科要来回诊，因为我在戴隐形眼镜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说，我觉得是你那一台的问题。企业已把别人弄得痛痛的围的。你不要把这个录进去，真的很害怕，对，正在录影呢。你把它删掉，你把不是不是，我说你把那个你那段音讯要换掉。OK。我真的是傻眼。我还要活耶！我看 B， 我看小音。我跟你讲，很多人听到你都能弄通穿的，你会更很多人找你。帅，有病！帅气的医师。那最真的是，就是最帅的那个。最帅的那个，对，你不要再讲了，让我好好用。我。他这次骨板就 OK 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可是其实很近啊，比我们要就第一次回来的 activation， 其实你看这段距离那么短。对。所以其实，那我的问题是，哦，我了解。那我怎么他还有前面、那个？给他看一下，他这块还要那个。哦，了解了解。还要拖、我懂你意思。很崩溃。在。那个骨板虽然这是骨板不会晃的，可是骨板放的位置因为骨头限制的关系没办法放到很更后面的地方，导致它放不够后面的话，我们牙齿想要退往后退更多就退不了那么多。对啊，因为如果用 fix 的话就可以用扩的一颗，因为六根骨板就很近。对啊，这样很近啊。可我你看我这颗还没有，它还隔五根里面，骨还在里面。再给你四步哦。我现在回诊完了，然后我现在要去台大校长区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有一个那个叫什么，就是有一个会要开，是我们台大书院的会，然后我们就去，我有去担任那个好像关主的角色，对。然后现在时间还比较早，但。要找不到，他想说可以慢慢晃过去，然后去个咖啡厅，然后再去开会。我要睡觉，那个来超级。现在在台电大楼，然后我等一下想说先去找个咖啡厅坐，自己休息一下，最近好忙，买好咖啡了，可以。走过去台大里面，然后我有点不想要骑脚踏车，想说散步过去好了。这条路是新的，那时候我大一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个，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这边在整修，就是弄这个。还是 U back 的时候，我打算本来就停在这边，然后施工，然后我回来的时候，我抓住不见了。我不知道是他施工，所以他把整个东西都弄掉，还是因为就是其实他早就被偷了。
好怀念哦，大一女之前就住这里，然后我都从这边走进校园。对，我就是住这栋。想当年还没有全家，我这边是脚踏车海。之前每次都在这边抢位置停，然后很长，所以前一天晚上比如说随便找个地方塞，然后隔天就忘记自己塞在哪里，然后就要找很久，超级无敌多脚踏车，天哪，太怀念了吧！还有椰林小铺，据说那里是发生命案的现场。但我其实不太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，是之前要上课的时候这边整排都会是空的，就是如果你没有提早起来的话你就抢不到脚踏车，抢不到 U-bike， 然后你上课就会迟到，因为通常在校园里面大楼跟大楼中间就会隔堂超级无敌远，真的是超级无敌远。我决定我之后可能要去买一台 GoPro， 不然这样好晃，对不起大家。这边是行政大楼，启恩就是启恩，俊宏就是俊宏，这是我的队员。大家如果养成习惯去看的话，就还是配合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求大家一件事情，就是关于就是我们的制度的活动是实际来的，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，如果是问题的话，第一个步骤可以先找对不对？那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。对，一次抽一张。哎，这个胶水管一抽都知道是什么。我拿不出来的，我开刷。我会给大家机会一下。高级一点。可是这个东西，它这里面有成功的地方吗？有两双到陷阱。那你是会还不会啊？这个不难的。会吗？林同学，你知道在哪里吗？这边在龙上，知道。对。在哪里？快点！我美吗？不够美。抓一下！来这边，这个哦。工位哦。工位应该是最小的。我看一下。对哦，跟我想的一样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那么多。太难了吧？这我看这个看不懂。看不懂。这是城中校区啊。不是在这边，不是在这边，在这里吧。我们听不懂。我说不是在这边，不是在这边，好不好？我就在这附近，这里，这附近。那是开南高中哎。提示一下，那是成功高中。有绿色框框才是我们学校的教学馆。啊，就是在三区吧，就三区啦。我记得工位不是在那个一体球场的前面吗？不然我感觉我就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，外号大食客的朋友。对，好，第三。水源，卓越，水源我知道。这个没事吧？没事，我知道水源，我知道水源。水源，你在哪里吗？卓越研究大楼。你在走去水源的路上？不是啊，已经到水源了。水源这边，我就说他。大三届了，对。
我们大三解构学界了。周兄，我好难过、哦。同学，是我问题还是我听不到？没有，我有听得到。没有，我觉得是因为音孔在这边。好，他在这边。没事，冬雪，我也会陪你们。结束喽，去宿舍放个东西。衣服。好，我要去那边处理一件事情。哦。哎，先告知一下，可能会出现在我 YouTube 哦。OK OK。哦，你们都可以哦。现在说不可以还可以吗？嗯，不行。不行。骑脚踏车。拜拜，金佩。不给俊宏在耶。浪漫呐、啊，浪漫呐、啊，天哪，这是什么年轻的行程啊？哇，在台大校园里面骑脚踏车哎、欸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大一大二生活。想当初还有男生载我呢，也是。我现在有俊宏，我跟俊宏已经认识14还是16啊？14快15吧。对，我记得快14快15年。俊宏是国小一年级同班的同学，没错。我应该不会很重吧？不会，完全不会。谢谢。好瘦，太瘦。我们的漂亮图书馆哦，对啊，这边很多可以拍的啊，只是现在就都在医学院，所以就比较不会来。天小远，今天天气不错。哇，这两天。凉凉的。但不会说到真的很闷，虽然说有点热。那天下午下一点点。哇，这时间应该是有职考生在里面读书哦。长兴 Seven， 喝酒的好地方。想要去南树放东西。幸好男人在一起，在消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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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你各位不用想了，两个都有女朋友了。我叫做我家的厨房。我家的厨房就是还会吃。哎，好好讲话哦。年轻的灵魂，浪漫呐、啊。年轻大学生的生活。想要骑车去 KTV。